我是阿汤哥，哎，你是谁啊？干嘛？中继骑士和一名男子大马路上爆发口角，男子中英文夹杂，还自称福建人，最后呛瞎要砍人。一开始道歉就好了，看你啊，一直比赛比什么了？你看你，我看你啊！你一直比赛比什么？我看你啊！你要砍我？打电话我就砍你啊！骑士和朋友当场决定报警，警方到场，双方都还在。骑士气呼呼地说，根本不认识对方，却突然被骚扰。用英文问我，能不能坐我后座？然后我拒绝。然后他要走的时候，就稍微拍了我一下。远警调出监视器，当时是凌晨一点多，男子独自走过来，站在马路边。重机骑士和朋友停等红灯，男子突然上前比手画脚交谈，指了指机车后座，想上车被拒绝，后续爆发口角冲突。行人李南于上述实地，误以为重机骑士陈南为好友。欲搭乘机车遭陈男拒绝而产生口角，帮他叫计程车吧。陌生人靠近，因为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需要有帮忙。我赶快跑啊！赶快跑，拿东西给遮挡啊！事发地点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对面，没办活动时这里本来就人潮少，半夜突如其来被呛要砍人，民众听到都觉得害怕。警方到场厘清，发现男子身上有明显酒气，疑似喝醉后将骑士误认为朋友，经过协调双方各自领去，没有要提告。三卷刘安静，我们先告诉。